只是我特别特别的丢脸。为什么每次被抛弃的都是我？看不到他们说背面的光。不会，然后怎么到了后面？会不会只是一种想象？我好奇吗？难道是我还不够相信天堂？找抽吧，神经病啊，当不是垃圾啊，想扔就扔，想捡回来就捡回来。安慰再多还是要独自品尝。我养他，他能禁止任何人认养，只能学会黑暗中变得更坚强。我说我最后说没有其他偏方，原来自己转动找到光，太阳一直都在那地方。黑夜那么漫长，是为了更渴望迎接清晨第一道曙光。现在